群星进气来参禅，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有的人他的四天呢就昏过去了，有的人呢也得到一点利益。不过我们参加打禅期的人，首先呢要明白这个打禅期的规矩。这打禅期啊，在行香的时候，就是跑香的时候，一开镜啊，一两分钟就可以到厕所去。那么去完了之后，赶快回来，不要啊，等到这个要止境的时候，等着你止境。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啊，有二楼，有三楼。这二楼就是女界用的，这厕所啊，三楼就是男界用的。他一开始我告诉你们，这个做维罗的，就到厕所那儿用香板灯看着，如果还有人在那儿，就打三下，就啪啪打三下。那么在三楼打呢，二楼也就会听得见，不比再走到二楼去啊，打这三下，这个相反，不比，因为三楼啊，二楼听得很清楚。那么就回来再看一看，人是不是都回来了？那么天天的。有多少个人呢？人完全回来，没有完全回来，这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要问没有完全回来，就稍微等一等再止境啊。有完全回来就止境啊。这个人呢，不要用这个止境的这个维诺士等着你来止境。在啊，看着听着打站板了，就啪打一下子木鱼，在外边的人呢就都应该回来，回来坐好了等着止境，不要叫止境的这个维诺士等着你啊。在止了境之后，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尤其啊这个普通的轻重就不可以啊，走出去又走回来，不可以的。不要说人这个止境的时候啊，就委托菩萨啊，他就站那儿纹丝不动，他在那儿来做护法啊，他都不会乱走的。在跑香呢，回了15分钟，回了20分钟，就跑香的时间。那么今天呢，这个连跑香的坐香啊，一个钟头，这时间呢很短的。在这个五点钟以后，这支香，这叫阳虚香，阳虚香。这支香呢应该长一点，有的1:30，有的时候2点钟。那么做了阳虚香之后，这个阳虚香呢这个时候可以睡觉的，睡觉也可以，不过不要这个很大的那个呼声啊，
凉席啊，就是这个两个钟头可以随便一点，是这样的，那么你要不睡觉呢，那更好，因为到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才睡觉啊，白天呢，就五点到七点这个时候坐着可以坐着睡，大家。那么在这支香呢，虽然说可以睡觉，但是用功的人呢不会想要睡觉的，就是在养息香的时候也一样做功做禅。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呢在这养息香，因为它时间长呢就开悟的。因为你做必须要练习啊，做的能做时间长时间久，不是说我腿一痛受不了我就不做了等着这个开镜了，等着这个引庆响了，不要这样子，你一定打这个妄想啊，那就不容易开悟的。所以在这个坐禅就是看你有没有啊忍力你要有忍力就可以啊有所成就，没有忍力就不能有所成就我们在开镜的时候大家一起跑香，这跑香就是运动，就好像赛跑一样，就好像田径赛一样那运动会呢开赛跑你就拿它做运动这个是很好玩的。怎么做的呢？就修定，跑啊的时候就修戒，这个戒跑不要往外跑怎么样跑也是在里边跑不要跑在禅堂外边去除了到厕所的有公事是可以的，回到喝茶的时候啊，你要一定渴了喝茶也要早一点去喝，不要等着到止境的时候要去喝茶，不要这样。那么禅堂的规矩啊是很多的说起来啊说不完，本来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讲一讲，但是我以为啊大家都是老参了，参过好几年了都懂了，但是看起来还有的不懂的，所以讲一讲啊这个小规矩这不是大规矩，而是很小的问题。可是啊你就因为这个小规矩你不懂，这个大悟也就不能成就。我知道现在有人做得很不错的坐在那个地方就无人无我了，但是不是睡着了在这个湛然常寂这个境界有好几个得到了。那么这种境界在佛教里头这叫清安的境界这是一个定的开始，所以呢继续的努力用功才能呢得到真正的好处你想得到真正的好处就不要懒惰，不要躲懒偷安，不要自己骗自己，又要骗人又要骗时间，又要骗这个
日又要骗夜，不要骗他们。你骗他们啊，他们就说了，说你在参禅，你参什么禅呢，这么懒鬼啊，懒得这么个样子啊，你看看照照镜子看看啊。所以啊，要平心静气的来参禅，你不要啊着急，你一着急就上火了，就有火气。你一懒惰也不要懈怠，你一懈怠呀，功夫又不能上路了，所以也不可以懈怠，也不可以紧，也不可以慢啊，这是中庸之道，要行这个中庸之道。这个你紧了呢就绷，慢了就松，不紧不慢才成功，也不要紧也不要慢啊，不要紧你就不要 nervous， 不要慢你就不要 lazy 啊，所以啊要这样子啊，很欢喜的来用功，用的啊行也自在，坐也自在，站也自在啊，睡也自在，行住坐卧都是自在啊，这个自在这功夫就上路了，功夫上路了，你真会这个参禅了啊，想停止啊也不能停止，行住坐卧呀都和这个随呀离不开了啊，但是人离不开这个随，他不认识是谁，不认识是谁还要啊接近这个水啊，这个水呀 啊不能断了啊，随时随地的这参禅这功夫打成一片，打成一片的时候，你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一粒米也没吃，这是不是打妄语呢？嗯，你说是打妄语就打妄语，但是这个妄语呀，和这个普通的妄语不同，因为这个妄语你不是啊没有吃饭，但是没有着住到这个饭上，吃而未吃，穿而未穿，终日穿衣未穿一里纱啊，就是行住坐卧都是在这用功的期间呢啊，这个什么都忘了，吃饭穿衣服都忘了，何况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更都不成问题了。